阿卡是两个囡仔老母，也因为家境困难，弟叔伊生产煞了后，就要来林家做年母，也对家己打出血囝，只敢来当在暗中偷偷啊饲。也唔过这件代志，许林家的管家阿虎啊发现，也阿虎就以这件代志来威胁阿卡，一定爱改上好。阿卡为着家己石头，以及全家口啊这个家情，只敢来当忍气吞声。为着要牺牲有所代价，因为伊家己出世的囡仔，甲林家的囡仔拢是后生，所以阿卡利用二妈换太子的方式，将两个囡仔偷偷调包，为着避免无人发现，也为着日后伊的囝，也就是林家的家少爷，会当在林家做主，掌管所有一切。所以阿卡挑工来巴结阿虎，利用伊早日完成伊的目的。林夫人的自杀，和林夫顶顶下下人拢真着急，大家认为这是老爹所引起的。你若这样讲，囡仔胖起，你都要少年去往西啊！你想来才想袂开啦。老爷，你唔通阁再尼啊伤心啦！无论若知影，伊伫九泉地啊，伊嘛唔甘呢。老爷，你较坚强个啦。伊要叫我安怎坚强啦？对呀。这个家庭好，你为什么这么忍心做下去？赵爷，赵爷，阿爸，阿忠啊，阿健，去请大夫，阿健，赵爷，你该振作，你该振作，你就莫安尼伤心。赵爷，大夫这边来，你该振作的吼，赵爷。你现状，当然是烦恼过头啦，搁受着风寒。安尼真好，刷你着看我。你怕什么来着？导演今嘛是上个空闲时阵，我当然是用温柔体贴的方法。阿卡，你是不当建议真做啊？你放心啦，阿那毋是讲好啊。今嘛上重要，你要甲你高兴啊，过啊好，唔当让伊来破坏咱的好事。阿虎为着要早日实现伊甲阿卡的美梦，弟叔因两人开始来进行因的计划。伊就叫我交代安尼去做就好啊。老爷，我知影啦。对啊。老爷，我给你送点心来，唔知有给你打扰到无？不要紧啦。老爷，无你交代代志，我即摆出来办啦。老爷，你的点心就要炭烧。你睏下就好啦。做你去无用你家己的代志。导爷，你莫过度伤心啦，这个家大大小小拢爱靠你呢，你身体要紧。我嘛知影身体要紧，也毋过自从恁夫人过身了后，我规个心都拢对起啊。
我最近感觉家己积劳足多。老爷，你哪有老啦？我看你是生忝啦，啊无我给你打打呗，你的身体较爽快哦。老爷，等你精神也较好，你拢带小孩去佚佗，凡是有迄个机会，搁找着真好的对象啊。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因为我甲翠霞的感情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永远都无人会当代替。导演，夫人一定对你真久啊，吼。是哦，十几年了。较早阮的日子真歹过，伊对我吃苦，唔捌讲过一句怨言，甚至搁甲我同心合力。到起这个家，今嘛日子好过啊！伊说，伊说，怎么想啊？阿卡，我甲问你一遍，你真系想要做林家的好人生？我唔对啦。这个是咱计划一部分，而且对了后摆咱要做的代志嘛，较好进行。好，到底做林家的夫人，啊我呢？我等到什么时阵啊？对了，遐着急啦！你捌听过哟？才叫伊弄破我，假使来做了升级，那下老爷发现我唔拿夫人做未成，连你都牵连在内。我若做夫人，也毋过我毋是明明出身的，我嘛无多甲老爷过一世人啊。阿虎。当初我来林家，你这么照顾我，阁无气嫌我，你想看卖？我敢会放弃一个真心对待我的人，煞去对一个让我感觉自卑的人？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能送你做林家的夫人。不是煞我，是咱两个注定来做好家人的补助。对。安尼讲，厌着孝想去吃，要赶庙公，厝鸟啊变凤凰。伊孝想要做女主人的希望，嘛着爱利用阿福啊这个客兄公。人讲人心隔腹内，这心肝看袂到是无人知。阿卡表面上予人感觉真实在，谁会知影伊心肝这呢歹？这敢是林家的劫数得要来？在另外一方面，无大水冲到无家可归的心，也为着伊甲这位小少爷要活落去的代志来伫咧烦恼。伊四处伫咧找头路，也毋过因为受虐伤过细汉，根本都无人敢用伊。欢迎，查某啊，人客来哦！哎呦，啊恁来这久拢无看的啦！老板啊，你要等下是哦，你行慢行，较少来呢吼。欢迎。嘿，囡仔，查囡仔，啊，你伫这咧创啥？这毋是恁囡仔佚佗的所在，乖乖紧转去，恁阿娘毋则袂找你无，吼。我紧转，这袂妨碍我这生理场了，哈。哎呦，查囡仔，内面阿贤阿芳啊，较紧出来的啦！查囡仔。你精神啊？哎呦，你精神啊是？我在那边。稍等下啦，哎呦，恁阿弟啊在外口，我都叫人咧甲照顾咧，你放心啦。多谢阿婶。查囡仔，你叫啥名？秀玉。秀玉。哦，啊，恁厝住伫倒位？我叫人送你转去。啊，无你甲恁阿弟仔遐尼细汉吼，啊，踮在外口流浪，安尼真危险呢。乖，唔通哭。你是予恁老母妈才走出来是？不是啊，我
我根本就无厝。啊，无厝？哪会安尼？就是阿婶，阮家淹大水，所以才无厝通转去。啊，你一定真济工无食物件，所以毋才会昏呢，对无？嗯。啊，无写死哦！这么细汉仔囝，啊，都这歹命。唉，我这间是菜店啦，啊，虽然讲有欠脚手，啊，不过这细汉仔囝嘛无适合伊做个工课。无紧，阿婶，我遐有刀啊，扫涂骹。叫你吃好不？袂用的啦，这你无下。阿伯呢？我传了你吃好吧。阿姐嘛一寡钱给你，啊，你再慢慢啊找回恁厝，安尼好不？阿姐，我拜托你啦，你等下教我老人家，我教我阿弟啊，拢无饭好吃，我求你啦，我求你啦。阿伯，我拜托你啦，阿姐，我拜托你啦，我求你啦。好好，别别，起来。予你住遮是会用的，啊，不过我有话讲大声哦，你爱听话守规矩，啊，若无我就唔予你住哦。阿婶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守规矩，听你的话。较细滴，较细滴，啊，坐咧休困者。老爷，你酒吼莫一直啉啦，啊，你是愈忧愁，还拍歹身体咧。莫管我，我代志免你管。老爷。我泡一杯就饮啦。你哪里离开我？对呀，对呀，你来真认真做你。对呀，老爷，饮些茶吼，安尼较快活啦。来，一担解酒吼。大爷，你到底是做什么生意？哦，若讲到做生意哦，哎，伫放假啦，还是打狗吼，哎，啥人唔知我黄阿霞生意做偌大嘞哦？真是的啊！哦，凊彩问嘛知。哇！你是咧创啥呢？哎，多只多狗几领衫？我今天衫为长沙买回来呢，啊你怎敢背起啦？啊，这不我给你去啦。啊，免啦啦，七三啊啊，搭去啊，给啊，我贵松松啊。你看你要创啥？啊，我今天不到呀，还是嘞？是嘞啦，是嘞啦。啊，你回信嘞？啊，你回信嘞，老好啦。哎呦，啊，这下啦，我回去我无怀疑，讲我来吃啊，咱继续走啊，走了，走了。少爷。啊，你嘛是知，哎，啊，这细汉的查囡仔，啊，叫伊来这种所在咧做工课，啊，你是知，哎呀，啊，少爷，我少爷，啊，拜拜啦，别做了。老爷，你跟我较好哦。老爷，翠啊，你哪个离开我？你哪个离开我？翠啊，你就这样，我就思念你。老爷。你这个死查某鬼啊，把我这么有钱的人给气走！以后，伊若是歪过来，还是要安怎嘞？我唔是刁工的啊！你去把我硬气硬气，我给你拍死！莫啦！哎呀，你这个死查某鬼啊！我给你拍，你搁走好了，哈？无啊，你是说创啥货啦？剩班要甲拍好死心。阿母啊，
这个死查某鬼啊，赶快人客拢去早呢。啊，就是讲有做唔对代志，啊，你要甲教训，啊，嘛唔免着拍架呢。啊，当初你来的时阵，我敢捌安尼甲你拍过。这话袂当安尼讲呢，伊是我上好野的人客，若是甲伊钓死掉，对咱拢无啥物好处。啊，知啦，啊是讲这囡仔都还阁细汉，阿摆你若要甲教训哦，莫遐出力啦。稍等嘞啦。莫哭啊啦。唉，无代志啊啦。啊，你实在有够歹命，这尔啊细汉，啊，都受这多的委屈。阿姊。小，唔敢，乖。阿姊。唉，你放心，以后阿姊嘛都甲你留喺我身躯边，当作亲查某囝，安尼甲你照顾。阿姊，乖。我实在开心，我心内咧里面阿姐，竟然做出这款的代志。对不住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你原谅我。李母，这是我一点的心意，拜托你收起。老爷，你莫来搞不了好不？李母，你搞我意思吗？李母，我。李母，阿母，你讲，我应该安怎报偿你？我老爷，我什么都不爱滴，我知你是无心的，但做我这种歹命人，只要老爷你来愿意，我转一下都不要紧。李母，你千万唔当安尼讲。你放心啦。我要把这个代志讲出去，我袂讲。你莫，啊！代志办了安怎啦？但我已经安尼啊，你阁看袂出来是无？说落去，看我的。做错一件代志，老爷，你是讲？我家己是干啥？甲人糟蹋一个查某。老爷，啊，对方是甚物款人啊？若是讲趁一个查某，就较无要紧嘞；啊，若是良家妇女，安尼就较晦气哦。老爷，你母讲伊歹做啊，即马伫房间咧看伊行李，讲要走啊啦。靠！你安尼是咧做啥？老爷，是的啦。你敢毋是讲不爱怪我？啊，你安尼做敢毋是？老爷，我真正无怪你啊。阿夏要抱出去啦。哦。老爷，我该问一句我不应该问的话啦。你头拄仔甲我讲，你做唔对代志，啊，迄个查某是伊哦。我之前唔知讲，迄查某是虾米人啊？啊，若是阿卡，代志都好办啊。咱拢知影，阿卡做人袂歹啊，而且生了水，伊阁温顺，啊对小孩照顾，阁照顾阿足好个。老爷，我看这是夫人冥冥中咧安排啦。再讲，你遐尔啊少年，紧查办嘛还阁娶啊，
你家卡发生这个代志，是一个缘分呢。今日家卡留落来啊，我先出去啦，家卡留落来。尼姑，我，你莫走好无？你若走，我良心会受苛责。我一世人拢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导演，你莫责备家己啦，我一点仔都无怪你。只是伫个林府，我就惊看到你。我若看到你，我心肝了就艰苦。尼姑，人讲伊也夫妻百离婚，甲老爷无命无分。也毋过自从我阿婿过身了后，老爷你就是我第一个查甫人。我毋是无感情的，尤其是伫林府看到你，阁袂用接近你，这种日子我毋知要安怎过。我真正不知影，尼姑，我应该叫你阿卡，想不到你这么多情。假使今天我若让你走，我会后悔一世人。导演，你莫责备我，状况我落来，又可是安怎呢？无，我来给你命运。导演，你是一个好查某。阿华讲了无唔对，咱两个做伙只是缘分。我会拣一个好日子，予你来拜见阮的祖先。导演，我敢有迄资格陪你？有，你有资格。你真心真意咧照顾我的囡仔，你有资格。导演，阿卡。探红杯，尼母嫁头家，这个阿卡是嫁甲真牛嫁，表面上予人感觉真贤惠，什么人知影伊心肝内亲像母夜叉，亲像阿卡这个二手货，竟然予林元月当作是天落落来要送予伊的宝贝，像阿卡这个，林家劫数那是脱袂过。真正无死嘛两倍。恭喜老爷，恭喜夫人。阿哥，你们好吗？是夫人。唔怪，母子靠大甲归瓜，从此母子共心瓜。俊杰乖哦，后摆乖乖听妮妮的话，知无？哎，阿咱无看秋分啊？老爷，阿无来找伊啦。等你找到，带来大厅。是。我要去，我要去啊！少爷，少爷，你别咧走啦，等一下啦。你给我放去，你给我放去呀！你有听我讲一个，这么老爷已经甲阿卡拜过堂啊，算起嘛是你也不完的。这么来记忆吼，这是咱做囝儿应该爱做的啊，你知无啦？阿哥，阿你就拜我囝啦。没啦，少爷，你敢无看伊照顾吕少爷，照顾足好势啊，伊人吼真正袂歹哦。无，阿你唔知伊。好啦好啦，对啊吼，来见你新的阿母啦。小爷，你别安尼啦，你若去，你也把些受气哦。好啦，行啦行啦，听好的话啦吼，好歹少你，行行行啦，好，俺们叫乖。老爷，李夫人，大少爷来啊啦。秋君，你过来。秋君，来，
穿只新衫嘞啦哈。大少爷，你唔通安尼啦，你老爷生气哦。紧紧过来，乖，来过来。母囝靠大，隔一关，从此母囝共心肝。谁甲你共心肝？就滚！你这什么态度？哈？紧甲你姨娘回信嘞。我卖，伊是阿弟的姨母，为虾米我爱叫伊姨娘？你搁讲一摆。阿母一定是伊去阿伊死，伊毋是我阿母，伊毋是我阿母，我卖叫伊。你是个野猪！阿妈，请教我。老爷，我讲的话你听无信？是。老爷，唔通落去啦！啊，手机嘛还佫囡仔咧。都是因为囡仔，才着爱教伊捌规矩。你看嘛，才细汉就不服尊重，你大汉的时唔着爬上天。老爷，教法来啊！来头前跪嘞！我叫你跪嘞，有听到无？你甲我听真少哦。今日阿爸已经娶二母做家后，以后伊就是你的二娘。二娘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是代表阿爸意思，甚至甲你教死也同款。老爷，千万唔通安尼做。安尼，我足歹做人诶。那有啥物歹做啦？做事多教事些，这是当然啊。参照拄只伊安尼甲你讲过，你即摆就应该要甲教事啊。我老爷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。这边就原谅秋君啦吼，我求你啦吼。秋君，你有看到无？你这么无乖，你二娘还搁咧替你讲情。来，把我双手替我关关。拜托你二娘甲你教死，我不爱。你这个野猪，我今日一定要好好甲你教死。老爷，老爷，唔通啦，怪了你啦。你想啦？啊！老爷，你莫怕伊啦，你要怕你怕我好啦。阿靠，你想？你不要怕伊，你要怕就去，你故意甲我怕死好啦。这个野猪，我今日一定要好好甲教死，你想？我不爱。想啦。大姐，大姐。你在天之灵的保卫这个家平平安安，我求你啦，大姐。老爷，好啊好啊啦，大少爷，来，大少爷，来啦，教我了二娘，请二娘乖乖夜去，轻轻放落，拍伫海里心，听伫安尼心。秋君，姨娘疼你，姨娘疼你。秋君，拄阿爸你爸，也搁会疼嘞。爸，足疼呢。其实阿爸的心嘛足疼，咱做人袂用安尼。不管安怎讲，伊是你的二娘啊。阿爸，伊对我足歹，你敢知？袂啦，自从伊入咱林家的门了后，不管是对我、对你，还是对恁小弟，照顾我真好势啊。你以后应该爱尊重伊，知影无？阿爸，好，莫阁讲。阿爸这块字，主要是爱你，会当捌一挂做人的道理。以后你不但爱尊敬恁二娘，嘛爱好好读书，知影无？阿爸有替你求一个保险哦，伊会当保庇你一生平安健康。来，阿爸替你挂个。多谢阿爸。多谢阿爸。新婚了后，林老爷在阿卡温柔的照顾之下，开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也不过，伊长线的事业，因为苏东时交了一名亲信来掌管。也毋过，伊安怎想都想袂到，竟然这个人甲钱款款的全做伊走。林老爷知影这个消息后，伊完足烦恼。也毋过阿卡一直甲催，必须安尼。两天后，林老爷就起程要去泉州处理这件代志。好啊，
老爷，我无伫厝这段时间，厝内面的大小项代志，你爱较斟酌的。尤其是下手人咧做代志，你爱顺头看尾，知无？我知影啦，老爷，这你放心吧。厝内面有啥物代志，我亲自李夫人啦。阿哥，啊无你只较费心者，我泉州遐代志若解决了，我就是管他。老爷，厝里代志你都免烦恼啊。阿叔爷虽然要紧，身体嘛爱顾，我无伫伊身躯照顾你，你爱保重。我知啦。君啊，袂用的，阿爸是要办代志，毋是要佚佗的，你当初爱乖乖听话哦。袂啦，我要跟你去啦，阿爸。乖啦，用纸甲带你去，吼。秋君，阿爸，你爱乖啊，老早找袂准过，姨娘才煮好食物件给你食，好不好？哈，乖。我就袂食你的臭物件。秋君，你这什么态度？竟敢你二娘为死的？我袂。你，老爷。我紧呐，好啊，老爷，小爷走进去。阿爸呀，阿爸，去，阿爸，阿爸，老爷，阿爸，这个囡仔哦，这么歹，我实在真烦恼。我这逝出门哦，你踮在厝里一定无法度尴尬。老爷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好好甲顾正。等你回来，你就发觉阮的感情会比以前较好。来，当然你是上好啦，阿婆来。老爷，你给他洗衣哦。阿伯爹啊，你乖啦！你阿爸去做生意呢，少爷。你是老煞的，我袂甲你讲话。你是死囡仔，跟我行。少爷，你干哪啦？你是死囡仔，你竟敢搞我！我打压你。少爷。你当然对你死老母安尼讲话，伊根本毋是我的老母。好，算你凶。我甲你讲，自从我去买林家，你就一直对付我，我忍你真久啊。今我若无好好甲你教死，我都毋是阿克啦。阿好，小奶奶，该放起来，把你给我扛住啊！该你放开啊！该放开啊！该叫人该放开，你慢走。搞死囡仔！我今日要好好教死一个。你敢甲我拍？打阿爸倒来，我要甲阿爸斗。哎呀，斗！讲要去斗啦！哎呦，我听到你屁屁喘，我足惊的呢。你是死囡仔，哈？敢甲我硬吹硬挤？你若把我讲过哦，你若无听话，我想甲你拍哦。你拍？我等你拍看卖啊！你欠拍，欠拍了，我就拍，我就拍。啊！我啊！啊！阿爹啊！啊！你听死无？哈！若袂听吼，你就唔知死啦！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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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讲你行好千钟，我找我来共款啦！好啊啦，好啊啦！啊，这囡仔人，我你甲教死过吼，也歹知讲安怎尊重你啊啦！我气面真久啊，我今早起无放伊煞的啦！哎，你想啊！阿爸，阿爹，阿爸，阿爸，别怕啦，阿爸，你让你怕死啊！是夫妻，少爷若有做出啥物唔对的代志，阿多愿意替伊受处罚啦。是夫妻，平日你也无许尊敬啊！莫阁爬，你阁爬落去，少爷就无命啊！这死囡仔吼，用只死有啥好啦？啥啦？臭啥啦？阿哥，人家咧爬，少爷吼，实在咧爬死唔通啊啦！好啦，甲我顾好势，三顿拢莫好食，快再死哦！
啊啦，我究竟阿桃，你真正好大胆呢！我咧教是囡仔，你敢搞我乱？究竟我哪敢甲你乱啦？啊，唔过你敢点去？自己还是免到家，家去保证。这么厉害哦，还要教手巾去斗我。阿卡，这摆不是什么人去斗什么人，手巾让你拍到规身躯拢会伤的。老爷若回来，看了嘛不敢，伊嘛会问啊。到时阵哦，看要安怎？别人的囝打袂死，这两个客兄伙计，这这恶毒的代志，敢真正做会落去？是天公伯也无保庇，也是法主公主拄啊去互困去。林家的劫数那是天意，法主公嘛着保庇这个囡仔无代志。来，我来抹油啊！娘，好好好，家己来，家己来，点好点好哈。家己来，我阁抹一遍哈。唉，实在看袂出来啦。人咧讲知人知面不知心啦，啊外表看起遐尼啊温柔啦，啊想袂到出去遮尼浪荡，家己拍起遐遮尼啊粗残。我阿爸转，我要搞我阿爸头。好好好，转来好家己阿爸头啦。这，也毋过。你若把一时我袂当来咧，啊万不会，嘛够有离婚人身体压起来。阿哥，那安尼我想要安怎？我看无安尼啦，你先离开厝一阵吧，安尼比较对你较好。等这代志若过，才倒当来，吼。好了。那安尼我先去登山找阮阿爸。阿哥，你送我去好无？好好好好。阿婆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啊！这应该，应该啦。没有，在家看。哦。当然无用哦，辛苦啊哈。阿勇啊，最近咱保证的生意好不？对啦，阿桃啊，离婚娘交代讲，你嘛做工做煞，等伊领钱呢。都不爱做啊，佮叫我回去。是叫你等伊领钱。阿勇啊，这无你的代志，我先内面无闲啦。阿桃啊，你是不是为着离婚娘拍大声的代志在生气？我是下骹手人，哪敢伤及夫人的气啦？其实吼，我才是跟你讲啦，我对吕夫人是愈来愈无满意啊。平常时啊，看伊做人阁袂歹，想袂到伊心肝这尼啊凶。
甲大细也讲到半死，实足超过的。总管，你嘛有安尼感觉哦？是啊，啊，大人的心是肉做的呢，什么人看到，拢嘛会唔甘啊？啊，不过，咱也无法度甲大少斗相共啊。其实吼，我第一林家无想要搁做啊啦。你啊，你先偷偷带大少离开厝的啦。你，今麦老爷无伫厝的呢，啊，大少也伫应厝，那带伊落去啦。搁再讲，我是一个查甫人，身躯边带着伊，那是较无方便啦。啊，头拄仔你毋是讲无爱做啊？啊，无安尼啦。哈？你是讲叫我带大少爷走哦？这是暂时的啦，你先带大少爷去住咧客栈的啊。啊，若钱的问题，你免烦恼啦。我用我的月俸送过给恁啦。真是的哦，总管，你人是真好呢。这一切哦，拢是为大少爷啦。好，那安尼暗时啊，若做工做煞，我就等伊领钱。惊啦！我用小飞吼去长沙开店把通知啊，伊伫码头要等你啊。多谢你啊，阿五。唔该啦。好啦，替阮找少爷。好好好。少爷，那这阵是要较顺利哦吼，阿老板照顾你。好呀。放心吧，没状况。阿老板托你啊。好，行，放心，交代我，交代我，大龙，你哪安怎办啦？好，哎呀啦吼，进来，来，拜托你哦。好，来来，少爷，卡细你啊，你放心啊，老爷这边在等你哦。我知啦，阿吼。阿姐。咱啥物时阵才到唐山？啊！你现在特地去唐山要创啥货啦？我要去找阮阿爸。找恁阿爸？啊对啊，对，上好的钱到最，伊就是恁阿爸。对。阿姐，你刚才是咧讲啥？哦，原来你唔知哦。哎，即摆去唐山，就是要伺候人个啦。你又袂讲？啊，我甲我讲，是要带我去找阮阿爸。啊，这种代志伊也常咧讲，啊，无伊又摕袂着钱啊。骗到玲珑社的这个阿哥，真正以为讲领到钱了后，就会当带大少爷离开林家，找一个安全的所在避开，等林老爷倒转来，再来处理这件代志。所以啊，七头做煞了后，伊就真赶紧的转来到林家，要来领伊这个月的月俸。你来啊？对啦，我是来领我的工钱啦。阿土。你伫报庄做工课，无比富来较轻松。吼、哦，我看你敢若真欢喜的型呢。哼，迄是当然的咯。只要人莫看你种假仁假义的型，我当然嘛真欢喜。哦，干嘛呢？也毋过，你还佫伫阮林府伫食头路，歹拄到我是真困难。啊，我看你原来会袂欢喜哦。无毋对，钱领着了，我就莫想走，永远就离开遮。恐惊你离开，我哪会袂欢喜啦？讲这话是啥物意思？你做啥搞放开啊？好，做一项不应该做的代志。你连想放开？老爷早晚会知影你的代志，这是我的代志。你这么爱烦恼的是你家己。我做鬼嘛，袂帮恁耍。我这摆，予你连做鬼都做袂成。阿华，佮再来。你真糟蹋。阿浩啊，把这个钱给他吞起来。好。
林老爷将唐山的代志处理好了后，回来到厝内，一打入门，阿卡就哭甲真伤心，对伊来讲起所有的代志。哎呀，手机若是无听话，我唔知会甲伊关起来，拢是我唔好啦。阿卡，你安尼做无叫伊唔对。阿头先来传手机走。阿姨就讲，我对手机唔好，我安尼无资格做伊二流啦，伊唔才甲伊传走。哪会这乱来啦？我才几工无伫厝呢，就发生这款的代志。老爷，拢是我唔好啦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阿忠来啊。老爷，阿头要走进前几工，敢是拢伫保证？是啊，老爷。爱要死头路的时，有讲啥物话无？阿头讲要带大小来走啊。伊讲要走去倒位无？伊无爱甲我讲咧。无，你先落去。是老爷。唉，这死走鬼啊！既然这好大胆，敢做这款的代志出？老爷，阿头是西里人，我来去找伊，叫伊甲手印还咱。卡，老爷，西里遐我来好啊，遐有我一挂朋友伫遐。我冇闲斗三工一下，不然敢让自己留消息咯。好，阿无先你去，我先来办到。老爷，我看这代志爱用想的啦，阿头凡是想到钱的份上吼，伊都赶紧来喊人啊。好，阿无这段代志你看到就好，我即马来厦门报官。林家无代无志来判去大少爷，咧庄仔头啊，员工众人议论纷纷。也阿卡甲阿福啊，这两人真够搬伊，当然是陪着林老爷四界伫咧找大少爷，大街小巷四界找四界问，也唔过敢找有咧，当然是找无啊。这毋才当照阿卡的心愿，予林老爷失望。你想忝是无？无遐一间庙，咱来遐休困，再过来去找人。拜托你给我倒茶一下，我头就痛了。不能来。夫人，有较好无？我头骨足痛。这位兄弟不知要怎称呼吼？我叫柯中富，叫我负责养殖啦。哦，是阿富兄，真感谢你，真感谢你。阿卡，你有较好无？有啦，几只好个啊。阿富兄，啊，这草地啊，不是拢人在休困，啊，我哪有服侍神明啊？啊，服侍主神是啥物？阮这是服侍法主公。哦，法主公，我知我知。啊，你是原来拄好来拜拜是？无啦，这间庙是我咧顾的啦。哦。啊，这法主公有灵性无？阮这法主公足灵的哦。兄，阿卡，人哦，阿富兄讲哦。法主公作灵性，无咱点香甲拜拜，求伊保庇。反正哦，明仔载咱囝就转来啊。法主公若真是这灵哦，台湾就免说官府啊。嘿嘿嘿，哎呦，有灵无灵哦，求看卖就知影咯。哈哈哈，哎，你好你好，哎，哈哈哈，哎，你好你好。嗯？足足臭的啦。就吵啊！哦，哎呀，有个人的心肝吼，比我的脚搁较臭哦。是个是个，歹势啦，我的脚较袂晓讲话，老得罪的所在，望你多多包涵。哦，你讲啥物得罪啊？
我跟你讲哦，得多会升天，也唔过得罪是会落地价哦。不了。我讲嘛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既然哦大家拢无介意我，安尼我出来去嘛，啊？见到伊是路，该饮酒啊哩，轻断衣锁，只为钱啊的，莫道人情存讲好，只惊比钱有较薄啊哩。老爷，我计真好啊，行啦，咱回来去啊啦。老爷，既然有缘来了，咱就拜一下，不一定你求的代志会应验哦。有影就对了。阿卡，阿父兄安尼讲有理的，你即摆头壳既然袂疼，无咱拜一下好啦。要拜你家己拜，我无你信这啦。好啦，无我家拜，我家点香。嘿嘿，树啊要大十八载。就等井底桃花开，风劝世人目白金，天下最多富人心。他日得财失人性，偷灵换凤无亲情。做毒做恶的报应，莫欺天地欺神明啊，欺神明！哈哈。树啊要大十八载，就等井中桃花开。听无实在是未了解，就亲像伫咧做米菜，也毋过听伫阿卡的耳孔内，实在是有够起膜拜。伊这个赤脚到底对倒来，亲像啥物代志伊拢知。导演，我看你暗顿拢无食，我甲你传一个鸡汤，太烧啦。想要家己一个安静一下，你莫管错。导演，出去啦。阿卡，你看迄只老狗，即卖是毋是亲像死人共款啊？当然啊，伊死某是敢若咧画草草的，死囝哦敢若咧挂心肝的，我真哩死老狗，搁我嘛无偌久。哼，伊不做你不休，我看归去，互因全家伙仔人去饮做茶会见面好啊。真要来用你？阿卡，敢讲你的心拢伫老爷遐是？阿好啊，我毋是善男信女，我哪有可能把心放落伊遐？我是讲，林家一声死伤侪人，是用怀疑的呢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讲还冇呀？人讲世事无是本，俺到迄个老的加我一阵也好啊。啊好啊，你怎个无来找我呢？阿卡，你来安尼讲啊？你讲我爱凭良心咧？你甲想看卖，最近老爷改定条条啦，我是唔来去找你啦。其实我足想你的呢。啊，若无明仔载啦，老爷要去补妆算账，六月头你来我的房间，我等你。好好好，过中昼我就来。也不过爱去早就来哦。一定一定啦。像你讲好，敢袂用较早回来？有代志是？我有心啊！啊，妹仔！我感觉我有啊呢，所以我毋才叫阿福，过头叫大夫来甲我检查一下。我代志办好势，我先赶回来。过头都爱回来哦。一定一定，好，我来去。
老爷，你一定较早回来哦。知影。你足久个咧？阿浩，阿你都有摕酒来啊，先啉一下啦，嘛较有气氛。啊，对对对，先啉一下酒来。我倒好，我倒好。天下最毒妇人心，阿卡一面约阿浩下晡要上路，另外佫叫林老爷爱较早倒转来。人伫咧讲菜塘食菜菜家事，一向干巧个阿浩，伊要安怎想嘛想袂到，这场桃花梦竟然是一场美人计。你这无细腻啦，就搞到规身躯嘞。阿浩，是的啦，我唔是故意的，不，我过来去提一下酒啦吼。要搁啉无？你多加等我嘛吼。好好，来紧的哦，卡酒卡紧的哦，好。阿浩，他有啥物挂酒？咱卖啉啊啦，咱老爷无得哩，咱先来。对对对对，还紧还紧。哈哈哈！来，我等下。你给我放屁！你给我放屁啦！你有啥可爱的呢？你两个在创啥？老爷，好得在你回来，阿华伊要侮辱我啦！你这个东西，这份代志你做得出来？阿华，阿华，来了来了，这真是给阿去。是。唔通啦，我办唔敢，我办唔敢啦。后办，阿哥来当我的后办，阿去看我。老爷，你第二声我讲，代志唔是安尼啦，是阿卡，阿卡叫我来，你还相信我？你还相信我？老爷。阿浩啊，你唔是讲过头要请大夫来给我看，你搁讲是我叫你来，你是真可恶嘞。唔是，唔是，你这真是，连你的夫人你也想要求？你怎么个敢回来母亲？阿卡，你做事，你来陷害我！阿浩，你侮辱我，搁讲我陷害你，你是真可恶呢！这臭贱杂毛，你就算这条命无用，我要跟你拼！老爷，好啊，阿卡，大家敢放心？老爷，你听我讲。这查某设计要害你，你还相信我？你莫做我脾气，我放心。阿龙，老爷，你还相信我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阿浩要求我，佮讲我设计伊，我后摆是要来甲人做人啦。我归起来去死死的，我来去死好啦，我来去死好啦。你演戏，你演戏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老爷，你也甲伊送个寡妇，大家来对峙，伊安尼侮辱我。我那洗嘛洗袂清楚，我赶紧洗洗好啦。好啦，啊无我莫甲送官府，甲绑起来，我甲拍死就好啊。好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情况哪这么凶啦？把你泡到这么凄惨，你还要创啥？是不是看我死啊？喂！你哪安尼讲啦？好歹吼，咱嘛是斗阵过啊。斗阵过。哎呦！啊！你别伫遐叫好衰，我好啊，是对不起你。你今日安尼搞陷害，我陷害你？
今日卡输人不是我，你是洪生的寡妇，判死刑禁止人啊啦，搁发到底这里串大？哪里意思？你是要放我走？你讲嘞？来，进来啊！牙崩开啊！黄爸个疼到要死，进来啊！好啊，你疼哟，来，我给你崩开哈。俗语古早款，古台湾传承台湾，庙口文化不可断。即马俗语爱流传，今仔日俗语要写啥？阿祖来讲予你听。张炳煌老师甲咱写，即马俗语邓氏行，双手抱囝儿，想起。父母饲咱时，各位师长兼外头的好朋友，今仔日即句俗语是讲：双手抱囝儿，想起父母饲咱时，敢有想到呢？即句话吼，就是咧奉劝咱遮少年人，千万唔通想到讲，父母都甲咱生，当然是应该甲咱饲。敢是安尼呢？你唔通袂记咧呢？有个人甚至爱等到伊家己做爸母，迄囡仔抱咧，才会想着讲：哎呦，这囡仔哪遮委屈啦！安尼昂昂幼幼哦，都爱家饲牛奶、换尿珠啊，而且暗时啊遮尔吵，迄个时阵，伊才会想着讲：啊，不简单呢！当初我的爸母要饲我，嘛是安尼捏。怕咱寒，怕咱热，甚至一路来安尼，对这么细汉，一直到幼稚园，到国小，到大学，拢是伫咧开钱，拢是爸母替咱伫咧操心。所以讲，咱做少年人，会记得呢，有一句俗语讲，子欲育而亲不在，这就是讲，想要孝顺咱的爸母，爸母已经无去啊。这是一种遗憾甲可惜的代志。假使讲咱的爸母也阁勇勇行行，咱若是对爸母较好咧，安尼这爸母一定会足欢喜。哪怕只是一个电话的问候，讲爸爸，你最近好无？身体有勇行无？即马较寒呢，妈妈爱加加一件衫呢。这是只是一个很随便，而且。真容易就做会到的，安尼对爸母吼，伊就会真感谢。而且讲，咱若对爸母讲话，莫遐较头重，讲话较笑面的，边仔一句话，咱讲哦，大家较欢喜心的，人就会讲啊，你友好，甚至你就是你囡仔的榜样。人讲银子加水照直，你若是对你的爸母友好，你的囝就对你友好；你若是对你的爸母唔好，相信你的囝嘛会看你的样，所以今仔日这句俗语实在是真有意义。当然爱感谢咱的书法大师张炳煌，也感谢咱高雄银行邮厂分行哪建成哪经理。节目最后当然爱感谢咱这一集的赞助单位，首先要感谢的是咱。鸡鸭头玉安宫管理委员会所有委员，也阁有咱的乡亲，也阁有是咱的好伯啊、三叔公啊、五伯啊、阿西兄，足感谢哦！也阁有咱的村长啦、乡长啦，当然也阁有立法委员哦。这是咱这个米泽阿姊哦，伊嘛来甲阮开镜吼，足感谢。当然要感谢，阁有足济人诶，比如讲，阮啊，大概吼来到嘉义吼，啊，着董宣言啦、朱基楼啦、店长啦等等个，拢真甲阮斗相共。各位师长兼外贴诶好朋友，来哦，恁看卖呢？这尊是观音，这是交子烧，这是咱考中有诸位要来送哦，看咱这四集的好朋友，也毋过只有一尊尔呢，分袂平啦，所以咱来要一个足简单的，这算米菜也不是啦，其实是很简单，这是放水啦，就是说这一尊观音是出自多一个名家。多一个什么油
伊伫北港哈，伫今年过年，阿祖有摕两尊出来送，迄一尊拢价值120,000呢。所以你甲想看卖，你若知影吼，你赶紧诶将即个答案哦，甲写诶明信片寄来明信，阿祖哦都会寄互你吼。咱这是一个月了后才来抽奖，而且阿祖特别要甲大家报告一个台语文化，大家拢知影阿祖哦以前演歌戏诶，也毋过我去美国吼去演歌戏，人就甲我介绍讲我是诶 Chinese Opera。我听一下，马上讲不是，我是 Taiwanese Opera。伊讲哎呦，什么 Taiwanese Opera？ 啊，不管你是演歌戏还是演评剧啊什么，你拢嘛是来演大陆故事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就不想演歌仔戏。我觉得歌仔戏它为什么不演一个属于我们台湾的故事？所以最近我跟我的好朋友哈，这个是那个白冰冰，我们两个就想到说创一个新，这也是创新，也是艺术还原哈。承蒙这个是彰化县政府啊，甲阮协助的，也阁有是咱鹿港的父母关怀协会，这是半公益的演出哈，这是一出台湾新歌剧，试看卖咧。有闲哦，来去甲阮参观看卖，这拢免费的呢，因为这是关怀我们妇女的。今仔日是25嘛吼，26，阮伫个啊彰化，28嘛伫个鹿港，阮有表演一出台湾 Nice Opera， 听看卖，很新鲜哦，属于道地的台湾的东西。如果你无了解，你会当敲电话哦，来阮的服务专线，甲阮问看卖来，电话在这里，这是2546-6760。当然，要感谢的人还阁真侪，就像是今仔日提供我场地，这是咱嘉义新天地婚纱广场，为我造景是江石，为我打扮是可爱的玉莹陈督导。今天不晓得好不好看，是中夹我特别好朋友，人讲好酒点忘带哦，如来如何看？台湾基岸的一个单元相当好看，伫咧等你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。